我觉得我想要这种清唱，就像是诉说一般的唱歌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若有烟尘的走私。那你平时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回事？到这样，这样你会又多了 一道工序，就是啊，我知道，我懂了，当当。我上课有唯一的一个缺点呢，就是不喜欢学生去记，不喜欢学生去记，哎，好好好，哎，我也不喜欢去记，哎。感受它优美的和弦，那旋律，在你脑子里。你会吗？太难了，这一个手指头按两个弦，我加这个，对对，加这个就有点手残，对，就是，哆，吹哆西软，吹咪，哆来咪，对，完了那西是不是？哆来咪发嗦哆西哆。老师要进组之前请我们团建，所以哎，是生日会的时候要唱几首歌是吗？三到五首你自己选。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确实挺重要的，对于他来讲，29岁第一次办生日会，是不是更重要的是他跟粉丝一个能直接去面对面互动，面对面去有接触的一个很难得的机会。哎，这样我有个想法，你们在座的各位，每人以对我的了解，然后替我选一首歌，选两首歌，然后咱就我今天就可以试一下。就是选了就要唱是吗？选了会唱，但是不一定能唱好，或者能唱得上去。现在在这唱是吗？对啊，就你们不，你们得就以对我的了解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得去看看你，哎，这也是哎，这也是看各位去各位对我的了解的时候了。对，你们就选就好了，来，我继续唱就行。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单恋的季节，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，我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。来，哎呦我的妈！这歌是挺嗨的。这个怎么样嘛？欢快的，完全不一样。挺嗨的。这首歌可以把当成嗨的里边备选吗？是吧？因为这首歌确实够嗨，气氛好，气氛确实好，但是整整一首歌唱下来，我估计我就疼了。我喜欢你，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。好歌是一首好歌，但是有点不适合。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啊，这歌太高了，你自己唱，你自己的恶魔，那你自己来。还要去拿一根？咋说？怎么着？我试一下这首歌，我很喜欢，我看看生日会的时候能不能唱得了这首歌。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，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。
首歌能清唱啊？清唱力道，我觉得。因为这首歌比较优美。我不同意。我觉得这首歌挺适合清唱。他自己选的话肯定比较单一的，就是都是安静的深情向的。实际上生日会的话，我是想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他的一些感觉。首先这样，这首歌定了，定了，但是形式是用啥清唱还是伴奏先决定。那这首歌先定伴奏，这首歌伴奏我唱不上去，我可以改，我改了那个就没这么好听了，清唱就能唱得上去。我是觉得第一段你可以清唱，但是你到第二段就是到那个副歌你肯定是要有伴奏的。谢谢。因为我有时候一整首歌有可能不会，有可能就会那么一段，再或者就是歌太高，再高的我也唱不上去，而且我觉得安安静静的坐那唱歌也挺好的。其实那天我想要的是很安静的感觉，所以在唱歌上为啥我觉得我想要这种清唱，就像是诉说一般的唱歌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为啥要清唱？清唱有时候你自己唱的时候吧，有很多音你都能唱得上去，但是一跟着伴奏你就唱不上去。有一些高音你上不去，你完全可以拐个弯或者换一种唱法，没有问题。而且你不用硬上，硬上的话，你一个嗓子直直的出去很难听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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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怎么改？你如果真的唱不上去，你就让粉丝接啊！再见。这些话都给你了，来给我接。再见。我想学口琴，我可以在前面吹口琴，然后唱的时候就自己就唱，唱歇了。得行。口琴应该我感觉好像来得及练。得嘞。清唱吧，这首歌。没有，因为有了伴奏，就会被伴奏给带的，有些地方就没那么自如。啊，不是，别人改不改没关系，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清唱。也可以。我不要伴奏，我的要求还高吗？七仔会拉二胡了，拉二胡的时候给我伴奏一下。这样吧，首先定三首歌吧，五首我觉得有点多。准备一首返场歌。返场歌是啥？所有的演唱会完事都会让你返场。就抱歉，大家结束了，然后大家全走了，我就返场了。若有天真的走失。那你平时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回事？我最亲爱的，你别怕，不多不少的时间啊，我们经过了，我的承诺从来都没有忘记啊，心里的话终于它变成无声表达，还会心疼啊，不多不少的时间啊，我们经过了，从此以后让爱埋在我心里吧，给你的话终于它变成无声表达，还会心疼啊。现在这个发型配这个衣服也是很丑。不重要。不是，我真的特别想知道你买这种格子棉袄时心情。
你不懂。那你说一下呗。这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觉得呢？你为啥要买呢？就是想买的，喜欢。你喜欢他哪呢？就是喜欢。你喜欢一个人还有理由吗？喜欢一个东西需要理由吗？不需要。你喜欢二胡为啥？被逼的。那确实，那既然你不喜欢，对。你去哪儿？你哦，那边儿啊，真的是。老师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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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Hello， 老师好，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坐坐。来，你坐这边吧。啊，我坐这儿啊，好。看他这么多吉他，有点心虚啊。嗯，没事的。对，没事。对啊，不然你来找我干嘛呢？对，也有道理。来，人也来啊。人也抱一把吧，对。一起学，学得快嘛，这不是？哎，我不会了。他是一个，他二胡拉得特别好。有谁照我二胡吗？有啊。啊，有二胡。No！啊哈哈，来一个你擅长的，怎么样？学吧。我很厉害，那个二胡很厉害，你看这感觉。你们玩，我拿着它来。咱们对吉他的需求其实就是。不需要特别厉害，但是就是自己唱歌的时候能稍微有一点伴奏的那种感觉。行，你要弹什么歌？比如说贝加尔湖畔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是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对。好。啊，好，那个。这可躁动的心。那个吗？啊，不会，还是怎么弹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瞎弹了。这么远。好，请后期给我 P 上那个卡到这儿啊，这样我是自己弹的。首先，我所有调式都是由全音和半音构成的。全音这块，半音这块，之前有没有了解过？不太了解。好，那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对吧？这个我们都没吃过猪肉，还见过猪走路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每一个音和每一个音呢，是有一定距离的。对，哆来咪是全音，对，发是半音。吉他和这个钢琴是一样的，相邻的这两个音呢，它是必须琴的，不另外的，不这个，这个，不这个。乐理知识我还会一点的，我觉得我赢了。在讲乐理知识。好，我们在一根弦上。唱歌可以呀、啊，咱们还是来略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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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，那如果真学这首歌的话，大概需要多久？说实话，这首歌你要是上来直接去练的话，基本上二十来天。二十来天，哇哦！哎，太难了。哇哦！
他二胡拉得特别好。嗯，有人照二胡吗？有啊。那有二胡。哎，你那可以呀、啊。老师可以先准备。哎，二胡在哪？哎，我先给那个二胡拿过来。嗯，对，你可以跟我们伴奏嘛，是吧？哈哈哈！来一个你擅长的，怎么样？好，这个琴你先啊，先。对，我先拿了。你平时不是总是说自己二胡是很……你别把二胡放下，你把二胡拿起来。我们三个一人有拿一个乐器，来表演一下。趁老师还没来。老师来了，没到呢。你赶紧，你给我拉一段行不行？你我特别好奇你这个对音乐的这个天赋，你看。当年吹出的牛，今天是你实现的时候了。我告诉你，来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十年这一看就是啊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啊，太差，不想说他。哎，我们先找、就是、口琴老师吧。我给你伴奏。这个是不是得拿起来？我们找口琴老师吧，哥。找。这鼓咋用？就是拿手敲的吗？弹这把琴感觉很好弹的样子。哎，老师好，哎，你好，老师好，我很喜欢口琴。其实也挺简单的，不是特别难。嗯，你看老师口琴就很高级。不会，一点也不会。你不是有基础吗？有啥基础？就是他说他会的，老师。会点是吗？嗨，我一点不会。他有口琴的，我就是有，然后自己没事了，喜欢，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口琴出来的声音啊。小学的时候学的口琴，可以呀、啊。那就可以再加上一些别的吗？这些都可以加上吗？啊。然后有些的它的音，好比是。一拍半，你就可以加上去。我是很喜欢这个口琴的声音，然后呢，就是想唱歌的时候能不能就是之前的伴奏或者，可以的。比如这首歌，在哪加合适呢？这首歌我还没怎么听过啊，没怎么听过啊。对，那要不您帮我们看看能不能用它来一个小前奏？行，那就是等那个回来以后，我把这编一下。最后把这个发给你们，好，你听完了，照着那个去练。好的，很感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老师见，拜拜。您觉得怎么样？这两个挺难的，两个都挺难的。口琴吹个前奏的可能性还比较大，就是吉他伴奏的可能性并不是很难。那如果吉他来一个前奏呢？就是你在自己 solo 一段。solo 也很难。就口琴相对会简单一些。真的吗？是的。哎，我倒没觉得。哎，因为口琴你要找，口琴的风险可能我觉得比吉他大，因为吉他你调完弦之后它那个误差性没那么大，但是你要口琴的话，就是你找来找去万一找不着呢。我自己相对觉得如果都按熟练度来讲的话，吉他可能安全性更稳一点。你这样想啊？你弹吉他的时候，你都没弹出来啥，你就抱那儿就不放弃了。你最起码你一直能坚持到现在，说明你是自己有点信心的，对吧？所以说还是这个更简单一点。是吗？对，是。我觉得这个要找，然后那个是你熟练度的问题。
以呀、啊。很 easy 呀、啊。哟。这口琴的发明也挺厉害的。你看，比如，哎，就，比如说哪个电影里面，最后战场上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啪，掏出来一根口琴，就开始。